式開始㗎啦喎，咁多位朋友你哋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阿美周卓瑩，你哋好你哋好，咁咧今日嚟到呢個開心香港市集嚟為大家表演啦，咁雖然我係呢個隆重登場嘅第一位，咁但係下個禮拜聽講仲有另外嗰幾位嘅，大家可以睇一睇呢個 list， 係啦，大家見到我係輕輕的喺左上角嘛，咁咧。接下來幾天都當然可以在同樣的時間站在這裡就可以聽到不同的歌手唱歌了，但是今天呢我就先不投籌表演了先，頒獎儀式頒給自己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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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位 Happy Happy， 今天呢我們的即係我哋目標咧，係大家開心啊嘛，咁所以咧，今日揀嘅歌咧都會比較開心嘅，因為我平時唱嘅表演嘅時候咧，我都會唱埋嗰啲大悲大壯嘅歌，咁所以今日大家就盡量輕鬆少少啦，嚇！我成日都會叫大家按 tap tap 嘅，咁如果大家個 tap tap 得閒嘅話，就可以按下，同埋大家係今日放 lunch 噶嘛，係嘛？而家咪放緊 lunch 嘅時間㗎。減埋係啦，咁你哋成個 lunch time 都可以留喺度啦，陣間可以買埋啲嘢食出嚟一齊呢度啲草地嗰度 picnic 啊，幾正！我今日咧第一首歌先送俾大家一個好簡單嘅歌，因為呢首歌叫做小情歌，所以送俾大家簡單嘅小情歌。只是一首
少情歌，是不是很有情歌的 feel 啊？好，咁樣作為我的第一首歌咧，通常我唱完第一首歌之後，都會介紹一下我身邊的呢位 handsome 吉他手。咁啊，唔使你點啊？我今日係為你有聽到我把聲噶，因為我要 test 緊咧，每次要 test 緊自己把聲同埋呢個距離。係啊，咁你自我介紹一下。大家好，我係 Kenny。喂，俾啲掌聲見哥。好濕嘈啊！大家好，我係 Kenny。Hello， 我係 Michelle 啊。係，而家唔興講自己中文名嘅喎。藝名嗰啲嘛。藝名呢個藝名 Kenny 啊。哦 ，OK， 好聽嘅，好聽 ，OK 嘅都 OK。我個藝名係 Michelle 啊。我想講咧，冇人知道我叫 Michelle 嘅咯。好似你哋知唔知啊？係啊，by the way， 我係阿明啊。咁咧。通常阿明咧，啲人就會諗點解 related to Michelle 呢個東西啦？其實係完全唔關事嘅。即係明呢個字咧，係大家如果有冇聽過 dynamic 呢個字啊 ？dynamic， 即係個人好dynamic 咁樣啦，好立體嘅聲音，好立體。咁所以咧就用咗立體嘅呢隻字後面嗰隻字。好，咁我哋嚟下一首歌啦。而家呢首歌咧。我會忍住不笑嘅，因為咧，我上次有一個商場嘅 show 唱呢首歌嘅時候，我忍不住笑咗。咁但我今日嘅目標就係我唔笑，然後我都唱得好，好難嘅呢個東西。好，加咗俾我嘅。Hello， 帶咗小朋友嚟今日。著衫啊，好曬呀，爸爸。Oh
好似好精神咁啦。咁我就繼續啦。咁我嚟緊下一首歌咧，冇咁醒神嘅，但係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因為好舒服。大家，我想問你哋有冇風㗎？你哋有冇 feel 到有風㗎？因為我 feel 到有風㗎，可能因為我後面有個風扇咯，所以我好涼。咁如果大家要涼啲嘅話咧，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喐少少，即係可能唱我一路唱嘅時候咧，你哋要合埋眼聽。咁你呢首歌就係俾你哋合埋眼聽嘅歌曲。好。
這個。好，你的這首歌呢，我覺得是很適合這個氛圍的顏色。你見不見到大家見不到藍色、黃色、粉紅色、綠色、黃色？咦，我咪講咗啦，黃色嗰啲講嘅。好，跟住咧嚟緊呢首歌咧，叫做《表情符號》啊。有冇聽過《表情符號》呢首歌啊？冇啊，係嘛？今日就係一個好機會俾大家聽下。咁咧係洪家豪嘅一首比較好耐好耐之前嘅歌嚟。咁大家聽過洪家豪啲新嘅歌啊嘛？今日我教唱啲舊啲嘅俾大家聽。好 ，I'm ready. Are you guys ready?健哥 ready? Not yet. Not yet, okay. 我健哥你個麥咁收得嘅，你試下咁樣講嘢。Hello, hello. Hello. 試下咁樣。Okay, 佢唔會落嚟。好。睇大家會唔會喐下先。啲時間佢，咁都要等我講下嘢先啦。今日有冇人係喺度翻工噶？有冇人係本身喺呢度翻工噶？有喎，有啲朋友舉手喎。有冇啲人係經過噶咋？經過都好多。有冇啲人係第一次嚟科學園噶？哇，有喎，真係嚇。Hello，OK，、okay, 第一次嗰啲翻工嗰啲心諗。我不想再來了，是吧？說笑而已。因為呢，今天來完之後，我們 下個星期還有五個表演，所以呢你們可以來到五日，七、八、九、十、十一，是的。大家有快點回去聽聽他們的歌先，因為他們各自都是有自己的作品的，到時如果來了之後，聽到他們唱自己的歌的時候，你們可以跟著一起唱的嘛。即正如我今天唱我自己的作品的時候，我都會期望有人跟著我一起唱。OK， 好，看來健哥 almost ready 啦。欸乐极是大笑，谁红粉飞飞地
YouTube channel， 咁同埋咧有個好消息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下個星期咧我就要出我嘅下一首歌曲啦。咁大家咧準備好嘅話咧，就係大家記得聽。好，咁我哋今日咧中間會有個 break time 嘅，等我 before 個 break time 嘅時候咧，我要唱一首英文歌俾大家聽啦。咁樣。咁肯定估咗啦。好，呢首歌咧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個外國嘅歌手寫嘅歌嚟嘅。佢嘅嗰啲歌咧，每一首歌聽完之後我瞓唔著覺啊。係，我好中意嘅歌手。大家有冇人中意 Charlie Puth 噶？有喎、啊、有喎、啊，哇、啊、都有喎、啊、有喎、啊。Hello Hello， 你哋最中意 Charlie Puth 嘅咩歌啊 ？Attention。Attention， 你咧？嗱，你都係 Attention。唉，我上一個 show 就唱咗 Attention 啦，你就 miss 咗。不過唔緊要，可以去翻我嘅 fans club 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重温。咁咧，我自己都重温咗。好，咁我今日咧要唱 Charlie Puth 嘅另外一首歌啦。呢首歌咧係叫《左同右》啊，有冇聽過《左同右》啊？係啊 ，Charlie Puth 作嘅歌，但係中文歌名唔知點解，我打咗俾我翻。Taking every corner.
groove 嘅 left and right。好，咁咧一陣間咧過多十分鐘左右嘅時間咧，我就會唱下一個 session 嘅歌啦。咁所以我一陣間會喺呢度再見大家嘅，希望一陣間都仲見到你哋啦。我都會唱半個鐘嘅，因為好 ，see you later，see you， bye。Hello， 有個小妹妹添啊，你好，好瘦啊，小妹妹要食多啲嘢喎，知道知道，你都係，平時啲人都係咁樣同我講，但我都唔會食少啲嘢嘅，我都食好多嘢，你哋唔知啫嘛。同埋今日咧，我專登帶咗一個我嘅助手嚟嘅，就係呢一個指揮棒，呢個變身棒。是上次有一個 fans 送俾我的，是一個扭蛋嚟嘅，即係諗住今日可以即係俾佢睇到我而家有用到啦，但係佢今日冇嚟到咯 ，very disappointed。咁緊要，陣間我就揸住佢，我呢兩日係揸住佢嚟練歌咯。即係大家平時有冇自己屋企唱歌，自己喺屋企唱歌嘅習慣啊？有，有啊，有啊，你都中意唱歌嘅，你中意唱咩歌啊？不會哭。英文歌，例如咧，有啲咩英文歌啊 ？Happy birthday。有冇低估咗小朋友嘅能力？只係而家小朋友唔唱 Happy birthday 啊 ，Baby Shark 啊咁啊，唔係啊，係類似咧，例如咧，佢而家高速運算緊。嚇？咩英文歌都唱啊？咁勁？咁我睇下我陣間啲英文歌你識唔識唱先，等我睇下先。呢首一人人都識嘅喎 ，perfect 人人都識噶嘛，係嘛？係咯 ，perfect 你識唔識唱？唔識啊？聽過，等我再諗下先，有啲咩英文歌咧？大家有冇啲咩 recommendation？ 等我可以同妹妹合唱一小曲。嚇？你唔知道㗎？我邀請緊你啊！佢嚇我搞錯啊！再啲講係嘛？你識唱咩歌啊？我哋可唔可以合唱一小曲啊？你過嚟啊！你過嚟啊！你幾多歲啊？點解唔使翻學嘅而家？係咪放緊暑假？我有啲咁高嘅幾多歲？十歲。但係你個 double 啊？點解你而家咁高嘅？咁你識唱啲咩歌啊？等我諗下先。你而家你最中意歌手係邊個？答唔到。周卓瑩。周卓瑩。Taylor Swift 嘅歌咧？可以啊 ，Taylor Swift 嘅歌有冇啲咩 comes up in mind？ 我哋一齊行過嚟啊！你怕唔怕醜㗎？唔好怕醜啦！健哥有多支麥添啊，今日健哥你都唔唱㗎，就係俾妹妹唱下。Taylor Swift 有啲咩歌？我哋近排又唱啲佢嘅嘢㗎。Shake It Off。我好中意邀請小朋友一齊唱㗎。我哋可唔可以唱呢個？我哋睇個快嘅先。Last Christmas 咧，可以啊 ，Last Christmas， 哇，係咪有啲渣？係咪有啲渣？我哋突然間喺度揀歌，你哋有冇啲咩建議啊 ？Shake it off，Shake it off，Shake it off， 唱唔唱到啊？唱唔到。You belong with me， 識唔識唱 ？You belong with me， 識唱，好啊，好啊。有冇歌詞？有啊，我揾過你嚇。哇！我講呢個即刻老咗好多，我揾過你啊，妹妹。你咪真係識唱啊！我哋唔怕醜噶咯喎。OK， 我開個 key 過你，跟住我哋一齊唱啊嘛。跟住你 solo 唱曬成首。好，我哋準備，我哋俾啲掌聲先。你妹妹你叫咩名啊？叫咩名啊？啊，張曉仁。張曉仁，俾我哋俾啲少少掌聲你，悠悠妹妹。OK， 好啦，你準備好未？你準備好未？好，你好，我已經估到個 key 啦，嗰時我估唔到。Your 係嘛 ？OK， 準備好。Yeah.
就會暈 key 啦，咁我哋暈 key 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寫啊正常嗰個 key 加幾多度咁樣啦，跟住我就寫加三喺後面，跟住就變咗首歌叫無限加一加三咯，所以而家首歌叫無限加四 ，OK， 送俾大家無限加四。自由神圣的你，你自由得自
度是一串活灯响，事不宜遲，又要唱下一首歌。呢一首歌是陳卓賢的，有冇人睇啊？拜拜。好，陳卓賢的歌叫做 DWBF， 有冇人有聽過 ？Don't wanna be friends 嗰個咧，我今天不想跟大家做朋友，因為死了想不到下一句，因為咩啊？好朋友。哦，做好朋友。Okay, 多謝你的 tips。 好， The next song is coming up。叫做 Who Sets 的歌給大家聽，其實它是一首比較我想2010的那些年代的歌啦，那是大概在我中學的時候聽的一首歌來的，所以一見歌它說它沒有聽過，
你應該同我唔係同一個年代啦咁。你大過我嘛？係啊係啊係啊！我大過佢一個月咁多啊！真係姐姐嚟噶，叫翻聲姐姐嚟睇下先。好啦，唔逼佢，唔逼佢。好，咁咧嚟緊呢首歌咧，佢嘅意思咧其實係講緊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個 star potential， 即係你哋每個人都係唔可以聽人哋講完之後你就唔去做你自己想做嘅事。which is 同我嚟緊嗰首歌，即係嚟緊我自己出嗰首歌個意思有少少相似嘅，所以大家咧可以 take a reference 咁樣。好。記得查放曬，好。咁其實呢首歌咧係一首比較浪漫少少嘅歌，雖然好曬，但我哋都可以浪漫一下，好唔好啊？大家同我一齊浪漫一下。
因為平時我自己很難浪漫的，我是一個浪漫的雙魚座。有沒有人是雙魚座的這裡？有喔、哦、Hello， 你一定是一個很好的人。是啊，那呢，但是我接下來那首歌不是雙魚座，是啦，好，可以。